了解这相声和戏曲的关系吗？确实有一点不了解。来看看下面这段表演好不好？这龙套一边一个，哎，都跑一块儿去了。嗯，一边一个一边仨，这司马懿急了。老虎马腾，怒气也发。老虎马上怒气发，改词儿了。身三军天根呀，往日里出兵一边亮，今日里为何一边一个一个边擦，六腿的鸡眼你穿的不怕怕，我得老奔风我把你拉，你过来吧。哎，这有点意思。对对对，过去叫站门这个活。三加四就是七分贝。西第四金子与他从相偎，北第四美墨姻缘一岔开，但知他喜气匆匆方知好，谢谢我们这位戏曲演员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站在我旁边这位是我说相声的恩师，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姜宝林老师。其实大家看可能会觉得，哎，他为什么还戴着一个眼镜啊？这上台，他就是眼睛如果一道光的话，他就流泪，所以这一段当然唱就没办法，他还要戴着这个镜子。其实呢，今天在舞台上啊，刚刚我师父唱的这一段，这是我师父在70多岁时录制的录音。因为我的师父啊，在小的时候8岁就开始学戏，后来改说的相声，在相声里也经常表演戏曲的唱段，但是从来没有扮上在舞台上唱过戏。今天其实也是圆了我师父这么一个戏曲的梦想了。姜先生今年高寿？我说相声今年是80周年。在这80年当中，观众朋友，没有一个知道我的真实的年龄。今天呢，你听真的是听假的？我听真的呀。91。
师傅，您今年90多岁了，您还能再简单的唱两句吗？没问题，还能唱两句。不是简单啊，大唱小唱都行。刚才您听的录音，我是这样唱的：开船，夫妻对坐在船舱，长心若是把小绵羊，叫娘子你看这风吹浪，一望流平遍地草黄，林秋不见天苗长，空中的悲声雁成行。哎，丽娟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诱惑。